白天随时想吃鸡，又麻又辣的那种。今天给他安排上我们心爱的鸡肝汤一半手。来，乌鸡哥给你洗一半手走。烫了过后，把它放到冷水后，给冰一半手。既然要椒麻鸡，花椒和辣椒肯定少不了，我买了辣椒先剪下，给泡一半手。花椒也要泡起，先把甩两个魔鬼椒在这，三个。花椒、辣椒泡好之后，炒一半的黄色。香油来一半手，辣椒、花椒剁手给它塞一半手。拿个竹子给它穿一半手。米放好后，下锅给它煮一半手。倒入炒好的汤色，剩到的辣椒、花椒不要浪费，全部拿个锅给它煮起。葱来一半手，生抽来一半手，盐来一半手。搅拌卤菜的时候，盐可以放重一点。先用中小火两个火锅一个小时。这两条鸡从大太阳直接熬到太阳下山，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。但是我相信再给它浸泡一晚上味道更好，所以说我们再给它浸泡一晚上，明天开吃。放到这个锅泡一晚上，明天开吃。泡了叶子后，我们来吃一半手。哇，真的闻到这个味道都有点受不了，太香了。在这一分钟，我只想把这条鸡一下吃完。淑女儿。